六个。你为什么选那首歌？你中国朋友教的。嗯，晚了。因为他说这首歌适合我。For love or for 声音。嗯，这首歌是 to lover or to friend。这首歌 to 大家 everybody。好听。我明白我要的爱。我觉得你 singing 唱歌怎么进步？很唱歌。哼 ，liar， 真的，你深得力的，你唱歌不行，请看《乘风破浪》，Five Stage， 我外我不行，你不行，文文可以，我是啊，死朋友。